如行墨般流畅自然的大理石纹款，一直是人气首选哦。今天艾米带给大家这样一款，先准备好这些工具吧。先用北欧角胶的白色为甲面刷上两个颜色，完成打底，照灯，刷上加固胶，暂时不用照干哦。将雷尼原创彩绘胶的黑色和封层混合，用艾米牌笔沾取，再在甲面上晕染出纹路。亲们想让纹路更细致，可以用些许封层进行调整哦。再用小笔取胶勾勒出局部的纹路，使石纹图案有深浅对比效果。注意绘制过程要抖动笔触哦。找灯，继续刷上加固胶，用小笔沾取小鹿角胶的黑色，在纹理上再次上色，加深颜色饱和度。找灯，最后整角刷上封层照干就完成啦。这个石纹的晕染诀窍在于选取的胶质哦，想要做出这么美的石纹的话，就快快跟艾米学起来吧。商品链接在下方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